台北客家移民嘅研发，造成几项闹热嘅开淡养嘅，展现咧台北都会区嘅客家发展。在内地贵妇经验讲，几项咧聚集台电，两百个发图系用四海太平案来做主题，除了代表咧海外嘅五种强调，还有为全世界来祈福嘅日子。总统蔡英文喺啲主持嘅下讲，移民精神就系团结保家卫国嘅精神，也强调会继续来推动客家发展。忘记以前的陈大姑，当右边小天仔的布马村，比到台北杜飞机一年一百亿客家太事情，台北客家移民大研发，客家乡亲用心打扮，当右快递的在台北街路弘扬街。上世款啊，连前里位中介案，美的吹五动中。透过一只参与呀，移民企业发通重新来认识，客家先民哈，保养未土啊，一只重要的精神，也就是培养移民之心态发通。基建盘呢，三十三年的台北客家移民之巅，今年总统蔡英文同台北市长柯文哲都坐在客家体制的产妇参加主持台电。蔡总统主要表示讲，移民精神就是团结一致、保家卫国的精神。还强调三类外籍传统汉语复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齐心推动的，就是我们的客语复振。钟老曾经有说过“某哈嘎发，就某哈嘎你”，这句话我一直谨记在心。那我特别是中国文在今年没展现诚意，全场用哈发来支持。自己哈所中飞飞中五百雄，还陈帅基哈发金铺一刀。今年愿意用四海太平安来作为发通主题，代表五种客家强调：吸烟、海流、太补、尿平、左安，出力传承，然后推广客家话，大家相争对疫情的祈福。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还能有一道海地台湾的外国团体，强行来参加迎接发通。大鹏一年一百亿客家之巅，每站演出台北杜飞机，当然有丰富的客家风貌。客家新闻李百军、陈彦祖、台北头。